This is a painting. Oil painting. This is my girlfriend oil painting. Painting oil painting. Fantastic, really good. I'm resting. That's much more. <laughs> 挺爽的，挺凉爽的。 我在这里休息会儿，太累。今天开始进行我的新型考虑我的新型的创作，新的创作，大概长度是250公分，高度是190公分。画什么呢？画这个准备创作 Renaissance. I like Renaissance. 文艺复兴，标题就叫文艺复兴，或者叫 Turn Renaissance， 回到文艺复兴。 基本上这几年我都创作，大型油画作品，关于美国题材。现在绘画上，在绘画艺术上，要创作大的这个大型的这个油画创作，基本上是非我莫属了。基本上就是现在创作大型的油画作品几乎没有了。 不是几乎没有是，几乎没有是可气，甚至完全没有了。现在朋友们看的都是当代主义，看到的现实主义的都是，比如说一个头啊，一两个小人啊之类的，大型的创作，在全球绘画艺术界几乎都没有。所以我成了可能人类社会里面最后一个现实主义画家。 我自认为我是 I am master painter， 换个帽子，戴个红的帽子吧，红的帽子。I like red hat。 那天都在看，我在这里躺着做视频是因为太累了，这段时间也太累了，所以这段时间我都没有画什么画，画的都是玩一玩而已。平时呢，做一点这个，拍点短视频，谈谈时政，然后看看推，看看 YouTube， 画点这个小的油画作品。 大型油画作品是我在闰月中，一张大的创作，相当于就是，相当于什么呢？相当于这个，相当于十月怀胎啊！朋友们不够想象，画画怎么相当于十月怀胎？画画就是这么简单吗？不是。如果说你要 进行大型的创作，要进行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，那是不容易的，那是一般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看文艺复兴那些人，我都算在这个时代，我都算是 master 了，我都觉得我了不起了。但是我看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大师们呐、啊，他们在30岁左右，
甚至20多岁就花的是就 very good， fantastic great， 嗨，他们真厉害。比如拉斐尔有些画的圣母圣子那些哈，他在20多岁就画的很好了。现在人类在20多岁还在干什么？还在妈妈的怀抱里吃奶，还在 mother。那拉斐尔20多岁画的作品就成了这个达到了世界的顶级水平，接了500年以来啊都没有人超过的，他们的认真程度都没有人超过。所以文艺复兴那些伟大的艺术家非常的了不起。比如拉斐尔后来画了拉斐尔画了其中一幅最著名的作品，叫做雅典学院。雅典学院里边有画的人，涉及到的人物全部是阿里斯多德的学生，全部是世界伟人。文艺复兴500年几乎完全是全部出伟人。文艺复兴五百年来哈，出现的伟人不仅影响到文艺复兴时期，而且影响到我们现在，影响到未来。文艺复兴是一个人类社会里面发展到顶峰了，可以说是顶峰了。所以说 I now Renaissance， 所以呢 I am painter， I'm painting， I'm painter， I'm painter Renaissance。 现在还在构图中，今天开始准备，明天开始绘画。大概这张作品呢，大概这张作品，可能要画到3个月吧。3个月以后，如果说有时间允许、条件允许的话，可能我去美国的西部体验生活，看看西部的牛仔生活。西部牛仔生活，西部，那些什么骑着马、打着枪啊，那些西部的牛仔打打杀杀的那种场景，我很喜欢。I like 西部。我在这里谈论出视频，不是对朋友们的不尊重，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确实太累。好像我站着做视频，做了视频都有点累，所以说躺着做视频又。一个跟朋友们聊天，通过 YouTube， 通过 Twitter 跟朋友们见面，当然我也得到休息，当然同时呢也传相互之间我们也交流了，也传递了我的思想。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晚上躺着做视频是我非常非常高兴的。我做视频的目的是传递我的不同视角的声音，不是跟他们华语圈的那些朋友说的千篇一律都是一样的语言。他们说的都是忽悠忽悠再忽悠，忽悠忽悠再忽悠，大家一起忽悠，这是中文圈乌烟瘴气的中文圈。哎，办的。我不喜欢。一个人啊要有思想。虽然我一生平平，但是我觉得我有思想。哪怕是从绘画艺术上，我有技巧，是现实主义绘画里面我的技巧是最高境界。如果朋友们觉得我这是在吹牛哈，你们自己到 YouTube 里面经常会看到我的视频，在 Twitter 里面可能翻到我一些作品。特别是最近我发表在网上的还有一点没有完成的，就是叫做我以前取的名称叫新世纪大家庭，后来应该是叫新世纪
反正是大家庭的意思，反正是新世纪的意思，就是不同以往的世纪，就是改变人们的观念，这个时代变了。不管这个时代怎么变，只要我们还活着这一天，我们都要高高兴兴的，要浪漫一点，不要太悲观。虽然我说有些话，我知道做 YouTube 的时候说的有些话是啊不太好听啊，说的不太好听是因为啊，因为我为许多人着急，特别为中国人着急。中国人走到跟美国对抗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。所以我骂中国人是因为我看到中国人走到这一步已经回不去了，感到悲哀，感到无能为力。所以呢，我只能在通过推特来传递我的看法。通过推特呢，一个传递我的看法，还有呢，传递我的绘画艺术思想，我的绘画艺术理念，我的绘画艺术，就是 my oil painter， 哦，我有 my oil painting。我有1000多张艺术品，我有1000多张艺术品，300多张大型油画作品，300多张大型油画作品。希望得到朋友们的支持，给我赞助，我把我的1000多张艺术品做成一个博物馆。让人类永远能够欣赏到我的作品。艺术是人类共同财富，不是我一个人财富。所以呢，我愿意把我1000多张作品做成一个博物馆，让人类有机会欣赏。同时呢，订阅我的 YouTube。关注我的 Twitter， 实际上我的 Twitter 长期受到限时流量，不管我 Twitter 有多少人了，我的人数只有减少不能增加。其实我都政治正确啊，我说话我都政治正确啊，我从来都是客观的，就说我说美国这不对那不对，是因为我爱美国。我说中国人。这样垃圾那样垃圾是中国人的确垃圾。中国人如果不看到自己的问题，永远都是被人类淘汰的角色。为什么是被人类淘汰呢？现在已经是新世纪了。如果实行新世界计划要淘汰人口，淘汰谁啊？大家朋友们自己思考一下，淘汰谁？所以呢，我把中国人叫做恨中国人不成钢啊。中国人这20-30年，由于美国支持中国，因为美国支持中国，使中国能够在美国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好处。政治、经济、科学、技术、文学、艺术，全面得到好处。而且美国的政策是绥靖政策，所以说随便共产党中国干什么都可以，都允许你，多么的好的机会。但是呢，中国人选出了一个跟美国对抗，哎，感到非常悲哀。为什么要跟美国对抗？美国有这么的不好吗？有这么值得我们去对抗他吗？有这么值得中国人去打击美国人吗？我想这个中国人应该思考思考。我们应该跟美国人做朋友，不应该把美国作为敌人。跟美国本身对中国我知道的100多年来，没有任何事情对不起中国人。
都在帮助中国人和中国说话，而且跟中国人开了绿灯。现在中国人走到了跟美国成了敌人，如果中美之间一旦开战，那的结果是什么？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啊，走到跟美国人走到了敌人的道路上去，虽然都没有好事，但是呢，我想中国人更没有好事。如果美国人一旦觉醒了以后，知道中国人几十年来如一直要杀害美国人，要消灭美国，那美国人是不会手软的。那战争是没有眼睛的，不长眼睛的。虽然现在美国的国内有很多问题，那么中国人趁机渗透美国。如果说美国人都知道中国人要渗透美国、消灭美国的时候，那美国人就算美国的敌人、美国的对立面，一定会拿起武器消灭中国人。就在最近，你说美国国内的问题，如果国内出现了 IT 法、黑命贵，为他们到了最后的关头的话，一定会拿起武器跟中国人打仗。那是什么结局啊？中国人呐、啊，完全不应该跟美国走到了反面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。唉，只是我们在这里闲聊闲聊而已。至于人类社会怎么走，美国怎么走，中国怎么来，那取决于他们自己。我们在这里呢，哪怕是还有一天，我们要高高兴兴的吃好喝好，我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好吧。 Thank you so much， 西朋友们，我们今天晚上我在这里休息现场来做节目。我躺着做节目不是其他原因，是太累。我觉得躺着说话跟朋友们交流，我觉得挺好的，觉得又得到休息了，又跟朋友们交流了，挺舒畅的。所以呢，请朋友们谅解，希望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，关注我推特，赞助我的把我的油画做成这个博物馆，赞助我，支持我，使我安安心心的为人类再工作几年，再画一些关于美国的更好的题材。或许将来我有精力的话，我还画一点这个关于中国的，或许再画一点关于全球的。想是这样想，但是时间有限啊，精力有限，还有多方面条件因素也有限，所以呢，请朋友们谅解。我这样想，吃饭要一口一口的吃，不可能一口吃成大胖子。因为我在美国这么好的条件，我也吃不成胖子，就是注定我是一身苦命。但我在这里跟朋友们分享，我觉得挺高兴的。谢谢朋友们订阅我的 YouTube， 关注我的 Twitter， 收藏我的油画作品。 Thank you so much。